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好，诸位线上的学员们，大家好。我们今天8月13号进入了一切罗经注这个课程的第十堂课，表示我们后面还有4堂课。好，我们今天接续着一切罗经注101页。上一讲中，我们是谈到不了之应作为之法。这个经典的文句呢，这段话呢，就是不了之应作为之法。注释书说，他就是他不知应该转向之法，或者他不知应该注意之法。也即是说，在这边作意定义为转向跟注意。这个大家可能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定义是巴利佛教的特色。别的部派，据我所知，不一定会翻译成转向。转向呢，也可以翻译成倾向、倾注。转向呢，用的比较多。注意呢，这确实在部派中比较常看见。作意解读成注意，倒是比较常见。这个转向啊，很值得我们留意的。我在这一讲中会给大家提到。我们上次提到古德啊，留下一些宝贵的传承的注解，然后这些宝贵的注解，特别是在这几讲，上一讲、这一讲和下一讲，可以说是这部经典跟注释书的精华所在。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里非常精辟、很精细地教导我们如何正确地把握这个修行方法。所以，为什么偏重啊重经而不重注释跟论的人，对这些详细的修行方法是不容易理解的？比如说，上次我提到，但是个安般念，安般念经典是讲解一个大原则，但是细节如何修，这些是只靠经啊，经是一个就指导方法，大原则，但是细节的东西。因为古代印度呢，不管哪一个部派，包括今天的南传佛教这个分别说部，传到斯里兰卡的大师派传承，乃至西北印度的上座部，他们在教导这经典的方法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一个责任详细解说。特别如果他又是一个禅师的话呢，他会把这个方法交代下去。这些交代下去呢，就是注释书的来源。也可以说，注释书后来会再增加的原因。所以呢，在这几讲，因为它重要，我会比较细说。那过了下一讲之后面的3讲呢，有一些地方真的不太难懂，有一些地方大家阅读应该比较知道。所以在这几讲，我在开始的时候有告诉各位，会细说一些，因为它太重要了。那后面就会一些略说。还有呢，在这一讲中，我会处理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学习过阿毗达摩的学员常问的一个问题。因为在帕奥夏朵的著作里面有提到，如理作意啊，会发生在这个五门心路的确定心里面，或者在一门转向心里面。那这个问题呢，很多人就会卡在一个地方，因为那个心啊，只有一刹那。那如理作为只有那一刹那，你如何去如理？而且不由得你，不由得作者，不由得当事者，你想升起就升起的，好像非常宿命，非常被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呢？那今天在这个内容中，我在补充讲义中会引述3个资料给大家，一个呢是帕奥霞朵亲自的回应。这段为什么我会比较有印象、比较深刻呢？因为在1997年，
那我在那边学习训练的时候呢，在缅甸，然后也是在帮咆哮的出版编辑第一本中文书《智慧之光》，因为他在里面就多次提到这个观念。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鲜的，在1997年的时候，那我自己在学习这些次第过程的时候，当时外国人不多，所以呢，基本上过程中很多是直接可以受用于帕奥劳禅师。那时候他不老啊，那时候60岁左右吧。然后很多包括取月初啊、取地片呐、这些，他亲自带着我去做这些地片。取水片啊、封片啊这些，那包括这些内容，因为我在编订这个中文书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些问题，也问过老禅师啊要怎么处理，所以这方面还提供他资料给大家。第二点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请示了菩提大长老，那菩提长老也回信啊，这边我也附给大家看。第三点呢，会从巴利语法、文法上来解读。尝试的去理解，在经典中佛陀在使用这句话的时候，到底如理作意，跟后面的塑形心，如果按照阿毗达摩的结构，就是讲前面的这个确定心或者一门转向引发后面的塑形心，但是这个是阿毗达摩的说法，经典没有这样的定义。那如果诵经的人，或者上面诵经的实修的人要如何去理解呢？到底这个如理作意跟后面的漏升起跟舍断是先后还是同时呢？如果按照阿毗达摩的结构来看，如理作意之后漏升起，它肯定是先后的。但是那个作意被锁在一刹那心里面，很多人几乎有一点百思不解，非常宿命被动，不能说如理作意不是很主动的吗？哎，为什么分成被动呢？所以它这个地方就涉及到主动、被动、先后、同时的问题。那这边呢，对第三个呢，会从语法上来回应这个问题。好，我们现在进入到101页这个书中的解读，先看这里。他不了知应作意之法，就是他不知道应该转向的法，应该注意的法。那不应作意之法呢，就跟它相反的意思。好，今天我们接下来要提到了，标小标题上提到说应作意或者不应作意的原则，这个标题标得很好。因为呢，yasmā 因为这是标准的关系之句型，因为这个 yasmā 下面的 dasmā 这个是非常标准的关系字形，因为如何如何，所以如何如何，因为如何如何，因此如何如何。好，因为这些应作意之法有不应作意之法，在这边注释书就告诉我们，是从法来说的话，就是约法而缘。那么都从法的依法或者根据法而缘呢，无由决定，niyama nati。那对于这个作意方式来说的话呢，是有的。这边呢就是 panna，然而呢。依这个形象，它这边一翻成方式，这个阿卡勒这个字啊，古代呀、常翻成形象，修行的形，这个像，木木像。那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的博慧老师这边会翻译成方式，然后下面呢也翻成相貌、样貌，这些都是同一个字。怕大家以为是不同的字，所以我都标上个巴利文，让大家比较理解。那玄奘大师，包括菩提留支，大多数都翻译形象，在婆沙、在俱舍论里面就是形象，比如说16形象、无我形象，就是用形象。好，这个约法而言，无有决定，就 nati niyama 是决定，没有决定。那阿卡拉多呢，就是从形象来说，从方式来说的话呢，然而从方式来说，阿提就说有什么呢？那方挂号这边呢，就是博慧老师加上去，让我们在解读上、注读说明上帮助我们理解，这是有决定，上面是无决定，没有决定，下面是有决定。也就是说，依法来说的话，这个应作意跟不应作意之法，这个法来说无决定，这个法
大家注意了 Dhammapada 在注释书里面常出现两个定义，一个呢就24元讲的那个因缘所缘缘真上缘无间缘，那个因缘就是 Hedupacaya。所以呢他这边有时候把 Dhammapada 是指因缘，指因，因果的因，但是在这边来看可能会取第二个意思，是 Sapava， 就是他的自信，法的自信，法的自己的作用来说的。所以这边就不决定，没有决定，就要看情况来看什么法。但是呢那个方式，那个模式，那个样貌，就是阿卡拉呢这个形象是有决定的啊。下面他就说了，若彼等诸法以某种方式，也呢阿卡雷呢，就依这个方式和以某个方式被作为之际，称为不善升起的静音。他说呢，当被作为这个字 Manasika Iramana， 这个就是被动分词的现在分词，就当被什么时，这里可以解读为就 Manasika Iramana， 这个可以翻译成当那方法被作为时，就是这上面一样，以那个某个方法被作为之际，那就成为不善升起的静音。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不应以那方式作业，就说呢当那些法，那些诸法，当那方式被作业，就依那个法、啊、被作业的时候，你升起的是不善心，作为不善法不善心升起的静音，就足处的话呢，如果你知道是这样的话呢，那你现在懂得抉择了，就不应以那个方式继续作业了，或者不要用那个方式再作业。相反的，如果以那个方式当被作业的时候，它可以称为善心升起的足处静音的话呢，那你应该要以那个方式作业。因此达斯玛，所以怎么样呢，下面就说引佛陀的话啦，诸比丘，彼等就彼等是不应作业之诸法，彼作业之时，未生诸欲漏升起。好，注文呢，注释原来引到这边而已，下面是博慧老师啊，加方挂虎呢，是整段引进去，让我们好理解，因为他后面提到有漏跟无明漏等等。好，注释书呢，你看他在注解的时候，他还是会回到经文去，回到经文，因为他扣紧经文的解读嘛。好，这个大家到这边呢、啊，可能要先把它记下一个重点，就是当某一些法被作业的时候，会成为好，这就是什么呢？不善升起的静音。如果是这样，这种法不要去作业，不应该去作业。第一个，第二个，那个法如果被作业的时候，它可以称为善心善法升起的足处静音的话，这样的法就可以说鼓励你应该去作业。这个地方其实扣紧四正起，那就知道了，未生善力不生等等，已生善力生起等等。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扣紧那个如理作意的重点，那你如理作意，你应该抉择，应该抉择。那如果不如理作意，就是呢你这个以错误的方法或者以某一些方法引发不善心等等。彼等诸法彼作业之时，好，下面我们来看到的这段了。彼等诸法，彼等就指诸法，那他在那里呢 Yasa 呢，注释书说就是耶加阿舍，就是那些诸法对他，那个他是谁呢？无闻凡夫，对那个无闻凡夫，就是那一些法对于无闻凡夫，阿苏塔瓦多啊，对于那个无闻没有听闻法的布图贾那舍，对于那个凡夫，布图贾那分凡夫，也就是一般人。作意之时，曼纳西卡罗多，这边呢是现在分词的属格，现在分词就是指正在进行，当正在进行时。描述在时态上呢，描述是正在发生，正在进行，所以翻成作意之时，或者翻成正在作意时，或者当作意时。
当作意时，那个作意呢，就是指阿瓦加亚多，就是指呢对于这个转向，或者呢反正注意，当注意时，当转向时，当你注意时，当你转向时，对于那些法，当你在注意时，在作意时，注意时，转向时，未生欲漏升起，已生欲漏增长。最这边你看就知道，这个法是会增长欲漏。简单说就是依这个法，然后升起烦恼，所以就变成了烦恼的静音住处啊，这样的作意。就是这边要注意有三个地方：第一个，依以那些法啊，以那些法；那第二，作意；那第三，未生欲漏升起，已生欲漏增长。好，这样分三个。同样的法，你在作意的时候，像比如说有些法对于无闻凡夫，当他在作意时呢，这些未生的欲漏升起了，然后已生的欲漏会怎么样呢？如果继续以这些法啊在作意的话，这些欲漏会被增长，增长就是增大的意思。就说之前没升起，之前我们在前两堂课也提到，这个之前呢，就是指现在的升起的所缘，不是要追到很久很久以前，就是之前你可能没有升起，现在升起了，引发升起了，或者已经升起的这些烦恼在增大增长中。好，朱师叔在这边交代一个字了，哇，你看哇就是或，或者或未生欲漏不生，或未生有漏不生等等，或未生无明漏等等，未生欲漏，未生有漏，未生无明漏，就很多这个或或或。这个或呢，他说在这里是要当做什么解读，因为大家这边要注意，因为后面他会重复提到这里的或要当做总摄意，不要当做个别意。Samuchaya do Samuchaya 叫 ato， 就是累积意，总摄意就累积意，不要当做个别意，就是替代意。好，替代意的话呢，它本来或哇哇这个字也可以当短音哇，这边的话在长音哈，就是当做替代。比如说，如果问你你要吃芒果或榴莲或苹果，这个叫替代意啊，是个别意，就是这几种水果你选一个，这叫做哇。但是他这边他说佛陀讲这些或或或的时候，你应该当做什么呢？总摄意，就是累积意。就是说呢，别人问你你要吃芒果啊，吃榴莲啊，吃苹果，如果别人问你用哇的时候呢，你就要当做恰来理解。恰是什么？急，我既要吃芒果，既要又要吃榴莲，也要吃苹果，这个意思。总摄意就是累积，通通要，暗巴郎通通要。所以在这边呢，原来的定义哇呢是要当做或的，但是这边要当做怎么恰来理解。他还引一些经，他说你看在经典中，佛陀说诸比丘，穷尽诸众生，或无足或二足，如来称之为彼等之最胜。好，这里他说引真知部这部经所说的或，就是指无足与二足，看到吗？与呢就是恰，当作恰来理解。又如呢，或一生成为有情之助，或为密求出生有情之知。中所说呢，以中部经呢，这里说啊，一指呢以出生者，你看上面用或啊，就是哇，他说这边要当恰来解读。以出生者即或者与密求出生者，这个 Buddha 呢跟什么呢？ Sampavesi 呢，这个字很值得留意的哦，这个求密求出生者这个字，这个就是在部派佛教之间，众经学派跟众论派之间对这个字的解说产生分歧的。今天不是我们讨论的主题，这就是中有中阴身的其中一个有力的根据的地方。
就支持者会用这句话认为可以解读为中有中阴，不只是那个中国涅槃那个字，包括这个字，这个字也出现在词经里面。以前在《经传》里我们版本就翻了若未生，当然精准翻译就是觅求出生者啊，就是这个字啊，这个字就是在巴利佛教里面也是有讨论的。再举一个经典，是有水或有火或有联盟坏隐藏不，这里呢就是指阿基多瓦瓦乌达嘎多瓦，看到吗？米图贝达多瓦，看到吗？是三个。这里呢，阿底是火在前面了哈，这里放水在前面，就是呢，就是或有火，或有水，或有这个，它是联盟瓦解。密土贝达就是密土贝达的这个字，它原来啊，密土这个字是要当密塔，好朋友，朋友就朋友关系，贝达就分裂破裂，就是友情破裂了。是 Mitu Veda 呢，就是他们之间本来地水火风是好朋友，他们在发生联盟瓦解了。好，这边这个瓦也是要怎么样呢？解读为阿基多恰，看到吗？乌达嘎多恰，看到吗？以此类推。所以如是就这样呢，在这里应该理解把或瓦理解为恰的意思，其他地方亦复如是。这个就是定义。又在此欲漏是指五种欲贪，有漏是指在色界五色界有的欲贪，以及常断见具行的禅定星球。有个注释，71这边就刚才我们引的经典是引自这个啊感性，也就是如是语啊。国慧老师说他在新的应该是大英元君著吧，改为卢氏里比较多人知道。好，这个面提到摩羯陀国的首都和达里不得，这里可能很多人比较熟悉是华士城，反正华士城佛陀说未来有水火还有联盟的瓦解是引自这个地方的。那这个地方在巴利文这个经注里面出现好几次啊，这边为什么把这个首都打个问号呢？因为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可以把这个首都去掉。博慧老师的函件在8月2号也提到，因为巴利文里面没有提到首都，可以把这首都去掉，就摩羯陀国的华士城。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个典故在后面，在历史上呢，摩羯陀国啊，宾比萨拉王啊，他建都在王舍城 Rajagaha。那佛入灭以后，阿舍四王，比如说阿舍四王的儿子哈，不过我知道应该是阿舍四王啊，那才把首都迁到华士城，就没有摩羯陀国的首都。如果你们以后看历史，会看到两个说法，一个说在王舍城，一个说法在华士城，两个说法都对。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宾比萨拉是建在王舍城。但是之后佛陀入灭后，阿舍四王呢把首都迁到华士城去了。华士城这个地方呢就叫做巴达里布德，巴达里布德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 Patna， 现在印度就叫 Patna 这个地方。后来王舍城呢就逐渐荒废了，所以摩羯陀国首都这个字呢应该是发生在佛灭以后的事情。在经文中，一巴利文原来就没首都嘛，就把它去掉比较好。可能相关一点资料，大家也可能有兴趣的人也可以注意到一点，就1910年呢，在西藏这寺庙里面发现了帕克纳鱼，就是这个华士城这边的一员，在这个地方啊发现了这个法聚经。这个法聚经我们现在称到了帕克纳法聚经，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后来这个部法聚经呢收藏在就现在 Patna 这个地方，就是以前的华士城，但是不是指这个语言叫 Patna 语。那学者呢就特别是佛教语言学者啊，发现 Patna 语法聚经啊它有一些跟巴利文法啊很相近，我也去看了一些记诵，很接近，
你会巴利文，大概你可以推断出这个他在讲什么，跟巴利语法句型很相近，连那个编辑排法都很相近，语言也蛮相近的，但是它不属于巴利语。那语言学家发现呢，它应该是比巴利语更古老的语言啊！我之后再补充资料会发给大家，你可以链接上去，已经有人完整的放到网站上了，是帕那达玛巴的，这个你们可以浏览一下了。这个就是这边提到，好，玉漏呢就是指五玉哈，五种玉滩。有漏这边呢，指的就是对色界、五色界有、色界有、五色界有的一种玉滩。还有呢，是指场断见。一般来说的话呢，禅定啊，是容易指此这个常见，禅定者容易指常见。因为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博慧老师在注脚上提到，认为呢禅定的境界为美妙常恒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其实如果是在注释里面，还有呢在学习奢摩他的人会知道，因为禅定的所缘呢也是感觉永恒在。禅定所缘是一个 nimitta， 特别是有 nimitta 的人会感觉到这个常它一直都不动，不生不灭。它是一个概念，不生不灭有两个在注释书提，涅槃本身，另外一个就是概念。所以当我们动不动之啊，我们就觉得自己进入到涅槃了，不生不灭的时候，那可能是概念法。好，但是有少分的禅修者呢，他很重视宪法涅槃，就是呢把禅定视为一种宪法涅槃，死后一切都没有，所以就会执着为断见。这种应该很少啊，基本上禅定者多数是常见。那见呢也就归类在有漏，见漏归类有漏之中。那无明漏呢，就是指啊对于四圣地呢，阿娘呢就是阿加上娘呢，就五字，或者就刚才五正字，多了一个多个正在中间，五字对于不知道四圣地。其中以味浊作意欲者，就未生的欲漏就会升起，已生的欲漏就会增长增大。如果你味浊或者去注意去作意，请注意欲的话呢，那你这个本来没有升起的欲漏现在就会升起了，那本来就已经升起的欲漏呢会被强化，被挣扎，被更大。我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大家现在啊跟你谈说，哎，你现在家里有个声音啊，是不是鬼呀、啊、哎，你升起恐惧心了，这个就未生恐惧升起恐惧了，结果继续讲鬼故事，越讲越多的时候，你这个对鬼的害怕就被增长增大，这样理解吧。那以未浊的还有作为禅定中的广大法者呢，因为在修禅定的时候啊，就广大法者，特别是对色界无色界法，那未生的有漏升起，已生的有漏呢就会增长。为什么呢？因为在禅定中啊，很容易会直取，也是会直取，不止在欲界。在禅定中的人对五欲不直取，但是禅定中所衍生所产生的法他还是会直取的，因为都还有无明嘛。然后再以四颠倒，就是无常，所谓常是想颠倒、心颠倒、见颠倒。同样的苦，所谓乐，非我，所谓我，不净所谓净，就是无常苦非我不净，直取颠倒为常乐我净，这个就是颠倒，四种颠倒为净因。作意欲界色界无色界三法的中的诸法者，那未生的无明漏就会升起了，已生的无明漏就会增长了，应如是理解。他说上面的就是这样啊，这个后面还会再提哈，只是先告诉你它原则方法是这样。经文中说百善，
百善的一面，他说经文这里是讲百善的一面。百善这个字来自巴利文的 sukabako， sukabako 其实百分，这边翻百善就有它的用意的。为什么呢？它原文应该是百分，百分就是一个月里面有半个月呢，这种初一到十五呢是月光明亮的半个月，所以叫百分。然后十六以后到三十呢，就是另外半个月呢是月光不明亮了，就叫做黑分。那这样来分别，所以他是用印度人当时理解的，用百分来说明呢，就是说明，因为这一边呢、要说明呢，就是跟百分相反，因为这边是讲不应作意的，你去作意，所以这些烦恼就升起了。所以呢，就是跟不应作意相反的另一段文句啊，经文就是应作意的一面。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跟这个意思倒过来解读就可以了。他说，好，接下来三漏与三解脱。然而他说，为何这里呢只说三漏呢？就是跟这个三解脱相违啊。这个其实在导论的地方已经说过了啊。这个相违就是敌对的啊，也这个字也可以翻成对峙的啊。因为欲漏呢跟无愿解脱相违，其他的有漏无明漏是跟无相空解脱相违，因此呢令这个三漏生者呢是三解脱的无分者。阿巴金呢，阿巴金呢就是没有分的。那不令生者是有份者，巴基诺就有份的，有关系的，能够分到一杯羹啊，有份无份。因此呢，只有三漏为四词含义的佛所说，应如是理解。或者在此也说了见漏，此已说明于前。好，接下来。由彼之作意，不应作意诸法。这里的作意为因，意即是说因为作意彼等诸法是故。但是阿玛那西卡拉，玛那西卡拉就是作意，不应作意阿玛那西卡拉尼亚呢？那不应作意，作意的法，不应作意的法是这个。不应作意的诸法 Manasikara 由于他作意，由于这个由于他，由他就是 Dasa 来自 Dasa Manasikara 就是作意、由于他，由他作意，不应作意之法，就是这个字。他说这句呢在经文中是这个，然后他的原意呢是 Manasikara hedu 就是作意为因。Yasma 啊，这个又出现的关系的标准典型的关系句型，因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事故怎么样，因为什么呢？因为作意彼等诸法，因为他去作意那些法，所以这样说，所以如是说。那这个诠释的方式呢，也类推于第二句。由彼之不作意，应作意之法。所以未生诸漏升起，以及已生诸漏增长，这个就是上面上述诸漏整体而言的总结。这边呢，就是以注释书来处理这个经典，就是让我们知道它的那个句型还有定义。至此为了说明应该有这个见来舍断啊断处的诸漏，那佛陀是依人而说法，就是对人为依处的教说。那说此无闻凡夫呢，由于什么呢？由于不如理作意的时候，诸比丘由于不如理作意时候呢，未生的诸漏升起啊，如是通说，它是上述是符合所说的。不如理作意为缘所生欲漏等的依处，因而什么呢？依彼人，彼人就是挂佛说明，就是无闻凡夫，和说明这个诸漏。
好，在这边呢，就是这一段啊，接下来要进入46分仪，还有六件。好，要进入之前，我做点补充资料，相信大家在读到后面可能比较好懂一点，有帮助大家一些理解。上一讲只是略提到我们常提到的了义不了义，我这边稍作补充一点。了义呢，应该就是也翻成已了义，不了义也可以翻成未了义。尼达特跟内亚特就是我们常常讲啊，就是了义不了义。尼达特呢是尼特加上阿特，不了义就是未了义，内亚加上阿特，后面都是阿特。阿特呢是什么呢？意义、利益、道理、目的、需要。在佛教之间不同的派别，纵使使用了义不了义，就是已了义未了义，他们都有自己的预设立场。预设立场预设在哪里呢？预设在阿特。比如说像我自己有一段时间留意大智度论里面，就是代表的初级中观学派啊，应顺导师认为可能应该是龙树的原著，但后人可能也加一点东西，不过基本上来自龙树。基本上呢，这个说他是初级中观学派的东西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他在里面定义的了义不了义，跟我们今天看到以月称为主的应承派的定义不太一样哦。那为什么呢？因为阿特的定义在不同地方。了义的意思就是已经被引导到意义的，引导到那个利益的，引导到那个道理，引导到那个目的，引导到对方的需要，就叫了义。这广义文法上是这样解，但是论时解说的时候加上自己的预设立场，他们有预设立场的哦，他们预设一个立场之后呢，对跟他的预设立场不同的时候呢，就会把别人判为不了义。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来的。了义不了义来自政治部，来自经典，来自经典是有的，但论时呢都以这个阿特的定义不同。内亚特呢就是一个动词，义务分词，应该被引导，就表示还没到位，还没引导到那利益、意义、目的跟道理，还有引导到对方的需要，没有引导到，所以还需要被引导，就叫做未了义。它是一个动词，义务分词，应被怎么怎么怎么样。那至于了义呢，它是一个过去分词，已经被怎么样了。所以呢，这个如果稍懂一点，用一点这个巴利文法或梵文文法去解读，就比较好懂。不过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专题。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如理作义了。我们开始，终于要解决这个如理作义的定义。Yoniso 我们就翻成如理， Manasikala 就翻成作义，这个是我们现在最常听到的啦。Yoniso Manasikala 翻成如理作义，这个如理作义的中文的意思，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主要是来自唐代玄奘大师的翻译。在玄奘同时代的翻译者译经三藏，乃至在他之前的鸠摩罗什，还有古代诸多译师，对于尤尼梭曼那西格拉不一定翻成如理，也不一定翻成作义，有一些翻成思维。那尤尼梭呢，尤尼这个字可以指胎，可以指子宫，也可以指起源原因，它是 abrative 从根，所以 yoniso 呢就是从根源、从胎、从原因来。如果大家看过英文版的 PED 啊 ，Rhys Davids 编的很早了，这个巴利字典，如果没记错，1921年编吧，好像快100年了。它就里面提到如理作义，也可以翻成从根源作义。不过在这边我们通常会取它的副词，就是如理地、明智地、适当地，就是如理地作义、明智地作义当副词用，所以这里应该
做的意思就是所作行为，也可以指文字跟作者，这边应该是所作行为，作为，这做是一种 gala 是作为。 manasi 是 manor， manas 的位格 locative， 在意的地方或者当作意时，当什么时是位格。所以呢，如理作意呢，就是名字的作意，当名字在意的地方作意。那在语法上是这样，可以先初步理解。如果这个人懂汉传佛教的佛学，他可能翻如理的作意。但是如果这个人他不想用玄奘大师的意词，直接用巴利注释属意词，常看见是翻成明智作意、聪明作意、明了作意等等，或者适当作意。所以巴利佛教为主要思考的人，在翻译上可能采用明智作意会比较多，就是一种有智慧的明智的一种观察。好，在经典里面常常出现，在这边一切漏经也知道说，整个如理作意不如理作意其实贯穿整部经典。所以刚才提到当作意时，就是转向时、请注时、注意时。好，Manasikara do， 在经文里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它是 Manasikara di 动词的动词现在分词的语格或者属格，在经文中呢，在这里不表示它所属关系，而是表示它独立句构。我们这边为什么谈到这个呢？现在我们要处理一个问题了，就是如离周易跟后面的猪肉不生乃至舌断，或者不如离作意跟后面的猪肉升起跟增长，这两者前后，因为它也是一个动作啊，如离不如离是一个动作，然后舍断增长升起这些也是一个动作啊，这两个动作是先后关系还是同时关系？如果按照传统阿毗达摩有一点概念基础的人都知道，会定义为它是在确定心，是一个无因为作心，那感觉到很无奈，它升起什么就把你转向去什么地方，总是一种很被动式的、无奈式的被引导到善跟不善。很多学阿毗达摩的人都会问到这个问题，感到很无奈，佛陀讲如离作意这么宝贵，可是却处在阿毗达摩的解说中，会觉得自己很无奈。而且呢，你不能决定什么，它是无因为作心。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看看抛禅师跟菩提长老还有语法上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了。诸比丘当他在作意那不因作意的法时呢，未生的欲漏升起，已生的欲漏增长。诸比丘当他在作意那些因作意的法的时候呢，未生的诸漏不生，已生的诸漏舍断。我是举这个例子来看呢。好，这一段呢，你看得到这边就有一个动作，这边也有它的动作，对不对？好，这两个动作是先后关系还是同时关系？这也是很多学员常常会问起的。那我们今天来处理。如离作意跟这个未生的欲漏生不生等是先后发生同时发生，如离作意只是一心还是可以重复性的一种作意跟思维。我们再看抛匣子第一版呢，是我1997年编，98年出版，这现在已经用到第四版了。第一版就有了这些资料，就是若前者的确定心沃塔盘呢，以及后者的一门转向心曼诺托拉瓦拉瓦贾呢的确定作用呢，具有如离作意的话呢，也就是确定这个色所缘还有色法是无常是苦无我和不净，那它升起的塑形心呢就是属于善的。反之具有不如离作意的时候，它确定那些色所缘是常乐我净等，升起的塑形就是不善的。好，从这边来看，到小斗这边呢，我不确定缅甸是不是所有论师禅师都一致采用或者认同这个解说，我这边还是保留。但是至少在泡小斗的著作中出现很多次这个解读，就是说
前面的确定心或者一门转向心会影响后面的塑形心，所以如果前面的确定心本身或一门转向心是如理作为，那后面升起就是善。如果这个确定心一门转向心是不如理作为，后面引发的塑形心，看到吗？他说塑形这个地方就是不善的，那这样的定义它就是先后关系，先后关系。虽然说很快了，一刹那接着就塑形，你知道塑形的定义就七个塑形心嘛，除了是刹那比较长的话，一般欲界心是七个最常见的，除了少数的五个。但是你看在抛伽罗呢，在第四版248页49页这边，它其实有交代，这个也是对于这方面有疑问的人不妨这方面多斟酌一下。如果确定心确定所缘为可爱一的不可爱安一的，由于这是不如理作用，你把所缘定义为可爱不可爱，你产生贪产生嗔的呢，因为你这样定义就是个不如理作用，那不善的塑形呢就会将会怎么样随之升起，就看得出是先后关系了，对不对？然而五门心入过程心的确定心实际上不能确定所缘为可爱不可爱，也不能确定为常乐我净。在之前升起的许多一门心入过程确定所缘为可爱不可爱常乐我净等许多次后，由于水后升起的五门心路受到这些前生心路过程的青衣子缘乌帕尼萨亚巴恰亚萨蒂，就青衣子缘的力，萨蒂是指一种力，缘的力，在支柱之下呢而升起，所以这些后生五门心路过程中的确定心升起时，也好像他说好像在确定这个所缘为可爱不可爱常乐我净等，这是不如理作意。以这不如理作意为基因，早期我已经不太记得为什么当时校稿的时候没有指出这个问题，翻成基因我已经忘记了，因为这个已经也20多年前的事。但是这个字呢是阿迪巴达哥，阿迪巴达哥应该翻成支撑，以这个不如理作为支撑，在这个确定心之后升起不善塑形心。再者，如果确定心确定所缘为颜色等等，由于这是如理作意，在这个确定心之后便会升起善的塑形。在此啊，也是一个重点，应当理解这个确定心实际上不能真正的确定，只是好像在确定而已。因此确定沃塔巴纳被称为塑形之支撑作意。根据我自己在跟抛伽罗请教一些注释书的出处的时候，抛伽罗可能以前没这么忙哈，没那么多学生的时候，他会为我解答一些问题，有时候他会现场查注释书还有缅甸的巴利词典，然后会告诉我，特别我们在编辑翻译的过程中，他会告诉我为什么这样，但是基因这个字我已经记不起来，当时为什么我们会选这个字，就好像卵滑青印出众，卵滑青我到现在对那个印出众那卵滑那个滑也是到现在觉得有需要再解说，因为中文的字是水部旁，其实是细滑的意思啊，不是 很多水。好，这个确定在这边呢，说其实是塑形的什么呢？支撑或者基因作意，好的支撑作意。所以在这里先解释辨别以如理作意为支撑的善塑形心的因果关系。好，由于确定在这里被称为如理作意。好，通过上述的三段资料，各位应该知道了，至少我以前在缅甸学习的时候得到的讯息就是如理作意是在五门心路过程中的确定心，它也是一门转向心，这是我们知道的，大家应该也知道它是一个五因为作心，只有一刹那。所以通常如果锁死在那一刹那的人会觉得怎么样去作意呢？所以抛伽罗说呢，其实这个是由于过去多次升起，几乎可以用加上一个字惯性了，认定了它是常乐我净可爱不可爱，还是你升起的是一个有如理作意的，
所以因为你长期习惯了，等到你午门见闻修长处的时候，到了确定时候，它就自动转去那个地方，好像一种不能受控被动的状态下升起的善心不善心。但是抛霞都提醒我们，其实不是在这一刹那，好像是他来做决定，实际上是过去在影响着他。不过在这边还是一样提到，纵使是这样的话呢，他还是呢，因为这个在之前升起许多一门心路的确定，所以他还是以前前前多次的确定来影响后后后的确定，确定影响确定，是这样来解读了。因为这个也没办法违反，而缅甸呢，他就重论重注释，这个注释到后期都还有很多在讨论，包括到了19世纪雷迪霞朵在他著作中还举出过去传统有哪一些不太正确的，他认为应该回到经典跟阿毗达摩重新诠释。那抛霞朵呢，其实包括其他缅甸多数系统都会恪守这个阿毗达摩的架构。好，菩提长老对于这个观念呢，他在6月30号有回信，他的解读是这样：我不认为如理作为等同阿毗达摩体系中某一个特定的心或者心所。各位为什么会这样解答呢？因为有一些人在解说的时候把它锁得很死，就说他不单只是确定心，他还是确定心里面的圣解作意，或者有人解说他是作意心所或者圣解心所，变成呢不单只锁在一心，甚至一心里面的一个心所来解读这个问题。那菩提长老就提供我们一个讯息，他说在经典中以他的理解呢，就是如理作为看起来是以智慧思维的意识，是深刻的透彻的仔细的检查事物，以清净其心和增长智慧。所以他会诊了一些如理作意的资料，然后呢里面引一些经典，以经典看得出这指佛陀过去行菩萨的时候运用如理作意来洞察缘起。所以佛陀说如理作意为拔正道七觉之升起的支柱，如理作意可以支柱拔正道升起，可以支柱七觉之升起。所以如理作意是用于去除五盖引生七觉之，它是通向预留果的一支，就是在四欲留支当中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这如理作意有人翻如理思维，其实巴利文是同一个字，就如理作意，所以它必定是指仔细的思维，而不仅仅是一刹那心或者单一的心所。好，这个是菩提长老从经典中辅助让我们知道多了一个这样的理解。再接下来第三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佛陀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至少我们今天看传承为巴利语，就是巴利这更早期应该来自 Papri。 我下次会补给大家一个资料，就是在传统上期跟大家提到传统的南传佛教的解读呢，就是巴利是佛陀的摩揭陀国语啊，包括注释书也是这样说，是来自觉音的。不过这说法已经是900年后觉音的编辑的注释书才出现的。根据现在巴利学者，包括前任 T.R. Norman 现任的 PDS Pali Text Society 的这个会长呢，他有一些学者呢，根据他们的考察，其实巴利语应该不是摩揭陀国的语言，但是有关系，因为从佛法来源嘛，从佛陀的故乡来，那佛陀是不是一定用摩揭陀国语？我举几个例子哈，甚至有人认为北传用比丘是来自梵文的 Bhikshu，说哎，我们就不要用比丘，要用比库来翻译，是仓库的库。他认为比丘是来自梵语，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其实已经很多我看到中国大陆的学者已经觉得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比丘的用词最早在安世高时代就已经使用了，在汉代就使用，而且呢到汉代到唐代之前，那个年代对应的印度并不是梵文流行的时代。第二点呢，他们翻译所此来的印度语的兵人应该目前看几乎可以说不一定是梵文。中国佛教的翻译非常复杂，其实真正的佛教语言学者都还不敢妄下定论，
碎了，我们就定论为比丘是来自梵语，其实是犯下一些错误的，这是非常不严谨的定论，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那在南传佛教基本上说巴利语就是佛陀的语言，这是一个信仰性的一个传说，注释书的传说，佛陀在经典中从来没说过我用的就是巴利语摩揭陀国语，佛陀鼓励的就是你使用不同的地方用当地的语言听得懂的，而不是故意塑造梵文和巴利文或者藏文作为权威，应该因当地。所以巴利语今天我们看起来呢，我们从文法上来解读呢，其实这句话 Yasa Bikave Dhamme Manasika Lodo 这句话呢，其实我们可以说诸比丘当在或者当作意和当在作意那应被作意的法时呢，后面呢按什么 Ubano 就是未生的，未生的什么呢 Kamma Asawa Kamma Asawa Kamma Asawa 就是欲漏，欲漏什么呢 Na Ubajati 就是不生，或者 Wa Wa 就是或、啊、这里要当作极了、啊、注释书告诉你已生的欲漏呢舍断，就是 Ubano 已生的什么呢，已生的这个欲漏巴希亚蒂，巴希亚蒂就是舍断、啊、舍断。这边呢其实他用的这句话呢其实是独立属格，或者翻译成绝对属格 Genitive Absolute， Genitive Absolute 就是绝对属格，翻译成独立属格。那前面这一句呢我们称它为分词子句，就是呢诸比丘当在作意那应被作意的法时呢，这个是分词的子句，后面这段呢是主要子句，就是呢或未生的猪肉不生，也可以用一句也可以两句了，或已生的猪肉舍断，两个都可以通用。好，如果分词子句的动作是现在分词的话呢，这个就是现在分词 Manasika Lodo， 现在分词的属格或者语格，这表示什么，在时间上呢它跟后面的主要子句的主要动作是同时发生的。好， Manasika Lodo 就现在分词属格 TPR、啊、的属格，然后后面呢那 Ubajati 我们举这个例子不生就是主要动作、啊、主要的动作。大家不一定很关心的语法我稍微提一下，前面这个呢就代表分词子句，后面的主要子句，在这里不是表示他们所属关系，就是表示呢是独立句构。所以如果是绝对处格属格的结构，在时间上是这样，前面的分词子句的动作呢，如果是用的是过去分词，那可能呢在主要子句前面发生，它发生在前。那如果在分词子句的动作是用的是现在分词的话呢，那可能就与后面的主要子句是同时发生。那在佛陀讲这句话的时候，至少我们今天看用巴利语记录下来的话呢，他用的是现在分词，就表示就现在你在如理作意的话啊，作意那些法的话呢，未生欲漏不生跟它是同时发生，或者已生的欲漏舍断是同时发生，而不是先作意再不生或舍断。所以如果按照阿毗达摩的结构来看，它很明显的是先后关系，但是按照经典的结构语法来看，它是同时关系。这个就是为什么论师重经学派跟重论学派在南传佛教缅甸重论为主，跟西兰或者泰国重经为主，对以这句话的解说各说各话，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们认为经或者律才是佛说，重经学派重律学派会这样坚持，重论认为论也是早期部分，至少是佛说，后面虽然有论师的定义进去，而且有很多很宝贵的注释书，所以缅甸的基本禅修除了少数，多数都以论为解读，所以这句话就会解读成先后关系。那你碰到很多斯里兰卡或者泰国的，他们特别是重经学派，泰国缅甸也有重论的哈，同样缅甸也有重经的，只是说一个大原则，所以重论学派跟重经学派
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解读。好，这个今天因为碰到这个问题，我顺便处理，但是告诉各位，跟修行有没有很大关系呢？如果你看帕瓦西阿朵那边呢的解读跟菩提长老解读，其实只要你在善法上多善，你正确的作意、明智的作意都影响你后面的，所以呢差也差不了那一刹那，不必太过去争论了哈。不过呢，居然如果以后你碰到这个问题，你至少可以知道，可以从帕瓦西阿朵的著作、菩提长老的回应，还有巴利的这个绝对属格的语法来处理它，可能你就可以得到一些答案。好，刚才的语法你们可以参考蔡麒麟老师编的这个实用巴利语文法这个出处，还有温中坤翻译的展读巴利新课程，这些地方都有讲解到这个语法的这个内容怎么去理解它。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这本书的内容。16分乙，好，我们开始进到16分。16分之后讲到6种见。现在佛陀开始此教说，说什么呢？比如是非理作意，我过去是存在耶等句子。这个等呢，这边一共有16句啊，16个，只是举第一个作为代表。乙是因由提见断除的诸漏，其中也一乙以 vichikicca。一以为体，就是一以吸显呢，一以为作为标题的意思，来阐释这个见漏。ditti 加阿扫啊 ，ditti ditta 扫啊，它的意思是说，对于那些漏啊，以前面所讲的方式升起的凡夫。此以无闻等方式速集的凡夫，他如此以非法、非道、非理作意。好，这边呢，这里非法，乌巴亚就是方法，古代也翻成方便，方便有多门，那个就是方法。方便跟方法不太一样啊。古代方法，古字以前汉语中的确方法乌帕亚就这个字，乌帕亚这个字早期的确翻译成方便。还有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法师告诉我，根据他以前的研究，方便的用词也不是佛教创，应该先秦文学就有。他说这个方面不是我涉猎过，只引述给大家参考。这里呢，这个法是指乌帕亚方法，也就翻成方便。所以呢，按乌帕亚，按就是不，这接头子当不、无、非、未都可以啊。你要看前后的文脉来翻译了，甚至翻成非法。按乌帕亚古代就翻写方便，现在白话可能去说成是错误方法、不是方法。非道就是 up 啊，加上 but， 这是句格。wood 呢，这个接头词有上 wood b 的，对不对？ wood 也有写的意思， wood 还有外的意思。你们会不会联想到 wood b 的是外道，就是外面的道路？不是啊，这里是翻成非道。道呢，路径 butter 英文就是 buff， 路也跟方法，所以 up b 的呢，就是古代也翻成写道，就是错误的路径、错误的方法。所以以非法以非道的不如理作意的意思。那如何不如理作意？如何是非法非道的不如理作意呢？他说他这样，我过去是存在耶，我过去是不存在耶等等。前面先讲过去是，对过去是产生有以 vichikicca， 这些都是以以作为标题的不如理作意来的，一见而舍断了。然后还有一些根据未来，还有一些呢是根据现在，一共分为这个16种。好，他下面就开始解说了。他这样不如理作意，因而说有16分的乙。16分乙的方式就是以我过去是存在吗等等的方式升起了。好，现在呢要解说了。此其处就这里呢，16分乙中呢，
第一个，我就加上这个标号，大家可能比较好懂。第一，这是第二等等。一，我过去是存在吗？第二，我过去是不存在吗？那这一段呢，是说它一直什么呢？长恒的相貌，无音声的相貌。那这边呢，之前阿卡勒翻译成方式，在这边阿卡勒翻译成相貌，翻译成相貌，同一个字啊。如果玄奘大师，我推断他翻译成的常形象，无音声形象，他可能用形象。我对照这个居士论梵文，我发现玄奘大师这个阿卡拉都翻形象，几乎出现用形象为主，可能他没有再换别的。不过如果像博慧老师，他根据前面跟后面来看，这边用相貌，那边用方式，可能啊现在人也比较好懂，因为这个阿卡拉的确有好几个意思。你看这个八十二柱在那边，一子尼萨耶，尼萨耶一子，我们说一子是乌巴达耶，就是执取执着，所以他依这个执着，执着长的相，执着无音声的相，可能这样好懂了哈。执着长，长是什么？长恒，萨萨的是长恒的状态呢，就是一个不变的，没有生灭的，不会生也不会灭，它就一直这样存在，就长恒。无音声，阿迪恰萨姆巴迪，就是没有原因的，它身体是没有原因的。所以他说这边呢，它会产生认为说它带有乙的一种错误之间的这种不如理思维。我过去存在吗？我过去是不存在吗？有存在没存在，是有还是无？这些都是因为执取常的相，或者执取无因的相而怀疑，它翻成疑惑，就是怀疑过去自己的存在和不存在。然后接下去他说，你不应该问什么原因他会这样怀疑。注释书有时候也看得出一些很幽默的地方，他说你不要再问，问为什么他会怀疑，因为一次的反复就像疯子一样，他就是这样的，你不要再怀疑了，不要再问，你说 为什么他要这样呢？这就一次像嘛，就发疯一样，乌玛达果，乌玛达果就发疯子。他说一次的反复就如同发疯子一样啊，这般那般，亚德达特亚德达的这样那样，这样或是那样，巴瓦达地翻来覆去，就转来转去啊，哎，这样那样转来转去，他像疯子一样。你就不要再问为什么他会这样了，他就是疯子啊。好，更何况在这里讲不如理作为就是原因，卡染呢就是原因，卡染呢它的根据就是原因，因为不如理作为就是一个原因，而此不如理作为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看又在问了。就是那个凡夫的状态呀，因为凡夫状态不见圣人，不亲近善知识，没有受过善知识方法的训练。大家注意这部经啊，包括中部经啊，我看出现很多次，就是因为凡夫啊，不去见善事，不见圣人。这个见呢，就是亲近交往。那亲近交往下面还有没有接受善事跟圣人法的调伏训练？没有被训练过。所以我们的习性就一直这样水顺下去嘛，对不对？所以不如理作意啊的原因呢、啊、就是因为这是凡夫状态，不如理作意，不见圣人等等等等。你看他又自问自答了，凡夫不是也有如理作意吗？难哦，难哦，就是不是吗？凡夫不是也有如理作意吗？或谁这样说他没有如理作意？谁说他没有如理作意？不过凡夫的状态不应该就是那个如理作意的原因。他说听闻正法亲近善事才是那个如理作意的原因。诸因、啊、用复数，嘎啦那尼，嘎啦那尼就是复数，就是诸多原因。所以呢，凡夫不是如理作意的原因。听闻正法亲近善事之师留之啊，才是如理作意的原因。你看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那就如理思维，对不对？因为如理作意是在听闻正法之后，听闻正法是在亲近善知识之后，
所以清净善知识听闻这法，接着就如理作业，所以如理作业才是他们的原因。凡夫在欲流之上没有地位啊，没有关系啊，这不是他的因啊。他再举个譬喻了，像鱼啊，像肉啊，实在不是因为自己本来就有很好的气味，鱼的腥味，肉的腥味，这种味道不好闻啊。阿坦哦，他自己呢，巴卡迪啊，他就是什么呢？不是本具有的一种，巴卡迪就自信本来自来啊，自然，不是他本来有的味道。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烹调准备的缘，阿比桑卡勒，阿比桑卡勒就是安排作为准备，巴卡要是重格，就是以什么为缘，以生为缘而有老死，缘起之中，所以常用到这个常音的这个阿在后面当重格，说以什么为缘呢？以烹调为缘，以准备为缘，以有作为为缘，加料之后呢，这个鱼啊肉闻起来才香才好吃啊，对不对？讲到这一点呢，我曾经听过一个学生说，他说啊，如果叫我看到鱼被杀，这个动物被杀，我实在吃不下。杀了之后切割出来的肉，不管鱼肉啊什么动物的肉，我也吃不下。杀的时候我真的不忍心看到他被杀，我真的不忍心，我吃不下这个肉，切割出来的肉我也吃不下，因为有臭味。但是加料以后呢，有巴卡亚之后呢，端到餐盘上，我完全忘记被杀跟臭味，我吃得津津有味。所以他用这个譬喻告诉你啊，鱼肉本来没有好味道，是被加工，被加工。所以我们其实很多都是凡夫嘛，要加工啊，加听闻正法，清净善知识听闻正法才有如理作业啊，啊需要去加工。好，他解读了第一第二之后，后面呢他再举一些例子啦。我过去世是什么？这一段呢第三个就是解读说，他依自己出生的阶级的特征，各道的再生是从哪一道来，而怀疑我过去世是刹帝利吗？我过去世是婆罗门吗？我过去世吠舍吗？我过去世熟陀罗吗？等等，我是在家呢，或是出家呢，或是天人呢，还是人类啊中的某一个吗？等等。那这个呢，就是对于自己过去世的一种怀疑哈。那接下来第四个，我过去是又是怎么样呢？长得怎么样？怎么形状啊？它依身形相貌，桑塔呢？桑塔呢是形状，阿卡勒，那这又在出现阿卡勒，就相貌，这边就翻成相貌。后面呢，同个字，波慧老师翻成形貌，也是同个字。好，我过去是这里是指形状相貌，所以翻成身形相貌。就形状相貌，而怀疑我过去是高啊，我过去是矮呀、啊，皮肤是白皙的呢，还是黝黑的呢，还是可亮不可亮？这可亮不可亮啊？那真好玩。他说古印度啊，当时啊，身形中等叫可亮，身形高大叫不可亮。我想是不是以前的齿太短了，量不上去就不可亮？好奇怪的一种表达哈，以前的人。太高大就不可亮了，我想现在你再高都能亮啊，像现在的科技发达，对不对？所以以前可能的尺很短嘛，过了五六尺就不可亮，高大不可亮。好，他这边呢，可亮不可亮之中的某一个嘛。不过有一些论师认为，这一自在化作天，说他就因而以我过去依什么原因而存在。他下面注解，他说是指无畏三派的论师啊，在迪卡里面认为，就说自在天化作出来的啊，我一过去怎么样？他怀疑这些。其实这些虽然是2500年前佛陀在讲，可是现在我们的思维大概还是离不开这16种吧，可能不一定全部都有，但是可能有几个是我们常常有在思维的。我过去是怎么样呢？我未来如何啊？等等。我过去是成何后是何也，是依这个出生的阶级怀疑自己前前后后的存在，
这个前前后后啊，自己的前前后，阿塔诺是自己的什么呢？帕伦帕伦，帕伦帕伦可以翻成呢一步步，因为连串起来，可以说是自己的前前后后，这样很好懂。其实就是自己的一连串、一连相续，这么多生以来、多世以来，刹帝利之后我是婆罗门吗？天人之后我是人类吗？等等。这些就是先后关系的连续串联的意思。我怀疑这些连续关系，我怀疑这一段呢，所有地方的阿塔那就是一世，就是指时间的意思。前一世就前一段的时间跟后一段的时间，我怀疑他们连续关系，就在这里翻的前前后后。然后之前讲的是过去，现在讲的是未来，对未来世的五种疑惑。我未来世存在吗？我未来世不存在吗？它是一长跟断的相貌，就是长形象、断的形象，就是横长形象、断面形象。执着于这个，依着于这个，而怀疑自己未来存在跟不存在。接下来第七到第十，有关于未来世的疑，也就是以过去世的方法来以此类推。这就注释书讲到这里。接下来在第十一，或今现在世，这个就讲当下，或者以精神的接生开始，生命的一刹那开始，到死亡心的终结结束，都取为所有现行的时间，就是从结生到死亡这个整个过程所有呢的现行时间。瓦塔玛呢卡了，就正在转起的时间，或者可以翻译正在存在的时间。那这边升起两个字要删去，升起要删去，因为在原文中没有升起的意思，现行升起的时间，因为原文没有这个乌盘呢。这个字很常用在瓦塔玛，瓦塔玛加上什么呢？阿努盘呢，那个乌盘呢，瓦塔玛努盘呢。所以呢可能翻译的时候以为是这个，就把现行升起，把升起一起翻出来。不，这句话里面是没有升起的意思，只是描述从接生到死亡的现行时间，是在转起的时间。是内自疑惑者，是关于自己诸运，他是疑惑者。Vichikichi Bodhi Vichikichi 就是他怀疑，他怀疑，怀疑自己的存在状态、存在性。不过这个以合理吗？他说在这里什么想法合理不合理？会不会又说这是就是愚痴人啊，还有什么合理不合理啊？更何况人们还引用这些故事，他说周利母的儿子啦，光头摩诃母的儿子也不光头，那个摩诃母的儿子睡眠中的时候被剃了光头，睡醒之后说我是周利母的儿子吗？如是是我吗？睡觉被剃了头，醒来就变成别人的儿子，就是举这个例子说这个就是一种疑。还有呢，我不存在吗？他说他怀疑自己的不存在状态、不存在性。这里也有个故事，他说有个人在捕鱼的时候呢，因为站在水中太久啊，腿变得很冷，以为自己的大腿就是鱼啊，去攻击自己的腿。另外一个呢，在总监坟墓啊守墓，然后呢醒来之后呢，这些膝盖骨啊，以为自己的膝盖骨是两个夜叉，去攻击他。这些指印度的一些他们生活上的一些譬喻，是说哎，我是存在吗？一个呢就把自己的膝盖骨当夜叉，一个把腿当做一条鱼。我是荷叶，就是刹帝利，怀疑自己刹帝利的状态。这边没有特意把萨满诺翻出来，就是怀疑自己相同的刹帝利的状态，也以此类推其他地方。然而呢，没有所谓是天而不知天的状态，不过他也会以我有色吗，我无色吗，方色其意，
他说天人不会怀疑自己的天人状态，天人知道自己是天人状态，但是对于自己的色无色他还是有怀疑的。如果为何刹帝利不知道呢？是因为没有亲眼见他们在各个族姓的出生。那这里还引一部经啊，他说有一个居士呢，这个波达里嘎啊，波达里嘎这部经有名啊，在中部经，他做出家祥等等，认为自己是出家了，这边有五十四经，他把金钱很多都捐献出去，认为他是出家。后来佛陀跟他讲，这还不算真正出家，为他开示。那有出家者呢，因为他的结魔啊动摇，就是他受戒结魔的过程中觉得自己如法不如法，所以说有居士认为自己是做出家想，有出家把自己当做居士想，也有身为人呢把自己当做国王想，如同国王把自己当做天想。现在你看现在也有啊，把国王当作天啊，对吧？我现在中国也是，我看很多把皇帝当作天，这些都是一种想啊。他要告诉你之前，你看慢慢已经带进去想的关系，这种认知，错误的认知，把腿当作鱼，把膝盖骨当作夜叉，对不对？把自己当是天啊，在家当出家，出家当在家，这等等。就开始引导到你去了解的，这是一个想。好，我是如何以前面的方式呢？这里指他内在执着，有所谓的灵魂 jiva 变成生命命这一份灵魂，执着内在有个灵魂之后呢，依他的这个形貌而怀疑灵魂，这个灵魂的我啊是长的，是短的，是四边、六边、八边、十六边。这个四六八十六的这种边的描述在经里面出现很少，我记得好像在自己的论中比较有出现，应该是引自论的这段的描述，我印象中记得是这样。我是如何耶，就怀疑自己应如是理解，就是怀疑里面一个灵魂，这种灵魂通常是一种常住不灭的，没有所谓那么那地，没有所谓的不知当下自己身体状态的，他并不是不知道当自己当状态，而是认为一个灵魂。最后一个呢，这个友情是从什么地方来，将去什么地方？哦，这个太多了，到现在很多人都在问，也是很多宗教的来源啊，跟这个也是有关系，所以有些意义也会引发宗教的好奇。我想现在很多学问、科学各方面的研究，可能在处理的世间很多问题，但是对人死之后去哪里，我从哪里来，除了它是一个哲学思考啊，它也是一个宗教的来源。这就是怀疑个我的来处和去处这个地方。好，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十六分仪讲到这里，那下一讲我们讲六种见，六种见。好，大家合掌，愿持功德种善根，累世愿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萨度萨度萨度。